穿个裤子。我的光明低于黑暗，如今我侍奉新的主人。严明，全军出击！哎呀，真冷啊！咱来打一把天使啊，在他六级之前最好杀他一次。天使人呢？天使与恶魔，一段 Q， 二段 Q。他一级学的 Q， 让他 Q 兵。A 一下，再扎一刀，平 A 一段 Q， 二段 Q，A 一下，三段 Q 闪，这有点傻逼呀、啊！这人走位不错呀。没事，早用早吸地，一段 Q，A 一刀套点盐，哎呦我操！我们荡妇二连全没了。啊，这小子居然带的是那个启迪，我可能看电影看迷糊了啊！等一会儿 ，Q E 连链，别用 Q 了啊！这波攒个 Q， 寡妇来了，帮我把他杀了。寡妇先扛塔，扎一刀，死了，一段 Q。二段 Q，A 一下 ，QE 二连扎一刀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不行了，兄弟，这尽力了，这实在是杀不了。哎，寡妇居然会死啊！这我没想到。我们这波回家也出不了什么东西，关键是，我就不回家了吧，我确实没啥好出的了，一段 Q， 二段 QE， 小心凯隐，小心那带刺的玫瑰。这波只耗血不打架，啊！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什么东西这是？哎，个小兵，我扎你一刀！兵线别进塔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Q 一连平 A 链扎走位。走位，完了。这样吧，先出个燃烧宝石。来了个凯隐。没想到这小子能蹲这么长时间啊！没想到，哎其实打的还是有点着急了，因为天使前期不压的话，后边不太能压得住了。我寻思，
还是应该就跟他慢慢耗好了。你让他放扣补吧，他现在是二速鞋，我们没有鞋。最好能趁他六级之前再杀他一次。Q 一连，二段 Q， 三段 Q， 扎一刀，是不来人了？没来人啊？没来人，跟刚才的走位怎么不一样了呢？生了那不好杀，生了就没法杀了。他要没生，这波还可以试一试。插两个眼儿的 ，Q E， 呀，寡妇死了，我可不太安全呀、啊。让他推啊，这边让他推线，好快的攻速啊，别急啊，慢慢跟他来。下波能杀他，这他跑我不能硬追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不能硬追他，让他跑。我追不上他，我移动速度刚才追我就死了，不合适。这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刚才开大完事以后，我就想试试他到底 A 不 A 我。他如果 A 我，他死；他如果不 A 我，我们可以不追。我就小亏一手大招，但是我耗到他血了。他的移动速度比我们快太多了，我追不上他。我345，他能将近400，他吃到药的话，他二速还，我连个还都没有。回家出装备去，我得来个皮孩了，要不然容易被他风筝了呀。出错了，完了，我想出红宝石的。哎呀，这把到底是布点鞋还是水银鞋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控一波兵线啊！让天使只能在这里跟我们打。把线给他控住，反正我们多兰顿带回血的，我扎小兵也带回血，我卡兵线可以无限卡。如果他敢在这儿跟我打，他就有可能会被我杀。如果我们一直推线，那我们就杀不了他。他是一个远程英雄，卢仙我看好像是到位了。这里会不会有人呢，兄弟？卢仙好像往左走了。注意，三秒，两秒，
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铁自编，三段 Q 开大招链住，一段 Q 一闪了，可以闪。寡妇在，他没闪现，可以。没放 R 天使，天使没放 R， 天使有传送啊。走了，这波不能再推了啊！剑魔，不是剑魔呀，那叫什么来着？凯隐来了，和谐战斧了，出门儿。现在建模我发现那设计师挺懒呢，以前建模放 E 技能的时候加攻击力，现在放 E 还给那加攻击力，也不说调一下效果，还有这加攻击力的这种特效在这儿。挺懒惰呀。先小收一波兵 ，Q 一段 ，Q 二段，链儿 ，Q 一二连，和谐战斧二段 Q， 一走。我一走 ，Q 一段点燃，靠，这得追呀、啊！可血呢？给我控了，咋可血呀？那都抬起来了，用不了可血战斧，咋可呀？有时候我都其实我都不想给你解释到底这个操作是因为什么操作，我觉得挺累的你，但我也觉得你特别傻逼，我要不教教你吧，我觉得你会傻逼一辈子。上当了，不是真的，你说不是咱不是我骂观众啊，你说那凯隐大招能钻身体，天使有大跟我说了一句啥呢，呀被动也不 A， 和血也不用就会跑，那凯隐明显马上斩杀我的血线，然后我就这么点血我不跑，我不拉开距离让他打不到我，我还回头他妈扎他一下是吧，我是骂观众吗兄弟，你确实傻逼，你还不让人说了，真是的，你说你说这话像不像傻逼说的，
就你会用被动，就你会用可写战斧，别人都不会，我们就不会，是吧？这怎么没助攻呢？靠！你还说两句就是我破防了，你要不就不爱说跟你，就只会说一句话：哎呀，破防了，破防了，哎呀，破防了，急了。就你会说破防了，急了这两句话，别人都不会说。嗯，开塔应该没事啊，把塔开了。Q 一二连 W 链住，直接给大，扎一刀，一个 Q， 二段 Q E， 三段 Q， 可血战斧。这里边怎么有卢仙点燃他？这你不点跳弹，兄弟？你看这劫哪去了？哎呦我这劫！可以啊，这劫这把布甲鞋吧，哦呦可以，来死！他们家也真是的，这下路不要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脾气玩猴子，我脾气还不好啊，我啥脾气，我哪有脾气，谁敢上脾气，不管就一直在那刷屏。哎呀，后面猴子一杠四咋咋地的，我是让人给刷崩了呀，还是说就是哪里玩的有问题呀，还是怎么地了，咱也不知道。一杠四就一杠四了呗，打这么长时间跟我也没啥关系，对吧？我们也没去参团，那一杠四了呗。我一波没被这天使杀过呢吧？我让他杀过吗？我没让他杀过吧？我记得好像没让他杀过。兄弟再见，来跳弹啊，我先吃口屎啊，别着急，开大招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扎一刀，三段 Q， 链E点燃天使，不到死没死，差一点点。那分女儿最后死的时候放那个风挺烦呢，他要不放那个风我们活了，这天使也得死。
下路两个人死了。嗯，去下路收波兵吧。咱也不知道这剑吧搂搜的也干哈，几个人呢？轮着妈搁下路呢。回家出九头蛇去。先来个这个吧，然后我们来个西西，把多兰顿卖了。快点结束也可以啊，中推呗，我们可以直接五个人中推就完事了。这凯隐是真能跑啊，追他不可以尝试一波，这就不开大了吧，感觉追他，哎呀算了，你们追去吧，我回去了，这也没有必要追，拉倒吧。一段扣二段扣，一扎一刀开大招，三段扣可写战斧平 A， 一上来扎一刀，二段扣呀，扣一二连扎一刀点炎，一下来你跟我跑，链住一下两下，跑啥呢，你能跑得过我呀老妹儿。哎，你俩跟我打想好了吗？啊，可血战斧，回家出九头蛇，这不行了，他给我风筝死了。这个出完出个振奋吧，天使打我有点疼。一杠四就一杠四呗，你说咱第一咱不是发育不好也没崩，无非就是死的多了点儿，战绩不好看点儿，让打野都抓了两波，你这
咱也不是说让人给单杀，然后这上咱打不了了，哎，一点发育也没有，又没啥用，哎，这劲儿叭叭呀，这顿叭叭，我都不知道到底说啥。就只会看战绩，别的也不会看。我都找不着这剑魔这把，这什么有哪有喷点？唯一一把失误的一波是上路那波，上路那波4级还是5级来着？我知道那凯隐搁旁边，我还跟着天使打，然后我们死一波。在我都不知道这把这剑魔到底有什么好说的。可不恶心人吗？也不知道恶心什么，贼恶心人。刚才1-4的时候我咋不说话呢？我说了呀。我说话了呀，我说话你说我急了破防了，我就没意思了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还跟你说啥呀。二段 Q 一扎一刀练住，三段 Q 一过来可惜不行了，虚虚有点高。哎，杀这个分女儿有闪现，挺烦的。谁到了？我说话就是我破防了，我不说话就说我不说话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咋回事，那话都让你说了。那我到底说还是不说呢？我搁这打着好好的，哎，我都没看见我自己是1-4。我说实话，我都没瞅着我啥战绩。